86岁？边个啊？我咯。其实咧，我年纪就86，啊，心境就26，啊，我出年啊，2月10号咧就开演唱会 ，show 啲 quality 俾大家睇下啦。OK。我布勢了10年噶啦，睇嚟唔止喎。喂，即係收哥點解可以 keep 得咁好嘅咧？係咯，你仲收咗長仔啊？唔係，長仔而家好 fit 啊！太客氣啦，太客氣啦，係啦，我腳眼以下見曬骨噶啦，不過你見唔到啫。收哥，你平時點 keep 噶？係咯，平時啊，點啊？多啲行路啦，係嘛？多啲工作啦，令到個人有憧憬啦，咁啊自然會後生啲啦。